台3288，现在是399 ，OK。其实这些都是非常超值的，好像寄一个，你这么大的 amethyst， 十卡拉的 amethyst 才399，你看这不太可能的，而且链也很粗。这是反正是呀，以前进的货没所谓了，你现在定做这个 setting 都不止399，是不可能的。那大家想想是不是？对，不可能的。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酒，货源很充足，以前的货就没所谓了。对，现在进货你想想399有可能吗？这个接个零就差不多 ，OK。也不要说接个零了，1500肯定要的 ，OK。这存货多，凡是有利有弊了，存货多就现在就变了，这些很超值了嘛。一卡拉这也是399，你看多值，就一个字值。嗯，当然这对，这些都是要，因为一存就当时这一手是有20几个的，现在就只剩下4个了。对，399的不再怎么样不可能 ，pink sapphire， 那反正就是东西肯定越来越贵的了，所以这个是卖了几年还有3个4个，这个也是。这一手也很多，现在还也剩一些，这本来1399的，现在399，14K 坦桑石大概一卡拉左右，钻石14K 呢，你看这个也非常好，你买一颗坦桑石都不止这个价钱的，一卡拉多的，对，超值，还有这两个也是399，现在都买不到的了。399，还有这个，那虽然它是10K， 可是它很重啊，5.3克，10K 也是金，就是金第一点，美国人很喜欢用的这个一卡拉的钻石，399。那今天这个特别，这个368好了。因为这个我还有很多个啊，这个款 speed， 就是这个369 ，OK， 只有这个款，其他都是399。那这个14K 的399，这个有个pendant 是特价199，因为那个10K， 这个14K 4克，你看399，你就拿回金戒而已嘛，这个只有一个，那这个一套才399。这些都是很早之前的价钱啦，现在是不可能的。有两套，只有两套了，因为我们订货都是要订很多的啊，批发零售。对，好，那看看399了，来，钻石很多。这个就268，有时候放错了那个。这些就399，因为你看这个座子很厚啊，399。14K 399，这个也是，那哦，这个跟这个399，这个公司很好的，不，现在东西涨得太离谱了，我都不敢进了。那14K 这399。Emily， 399 14K， 399，哇，这些都很好，399没话讲，早期的价钱都是14K 的。双十一特价，这几对耳环现在没有，899都买不到的。那大家就反正这些很早期的也没所谓了，就是反正卖了就算了啊，再进是进不来，进货进不到的了。
399，哇，钻石也很多，399 14K 的这个够大。钻石一卡啊，那这个链也粗，你看这个渐变的颜色很难得，这个也是一大组，14K。这个本来488，现在算了也399。399。这个还有一组是刚才这个Blue Topaz 一组，还有一组是Amethyst 紫金。哦，这个还有一个耳环。14K 的399，有 pendant 就199，因为 pendant 是 10K。 哇，还有 money dollar size， 很重的，一看就很重，很厚身的。14K， 你看他这个公司的 bed 特别好，后座特别厚，红蓝绿宝。399。好，这些红宝卖了就没有了，对，没有这种价钱。好的，祝大家节日快乐哈。哎呦，这一卡拉的钻石。10K 一卡拉黑钻，刚才有一个 pendant 399，很重啊。好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谢谢大家。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订阅频道，请订阅频道加微信。